看看新闻网。近日有港媒报道，杨千嬅的儿子和郑中基的女儿就读同一所幼儿园，而因为这对星爸星妈曾经是相恋十年的旧情人，于是千嬅为避免接送尴尬，强行为儿子转学。听报问题，杨千嬅大笑，媒体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。其实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，是他开学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本校还是在装修期间，所以没有办法去上学。原来事出有因，虽然从94年到04年两人整整痴缠10年，但如今都各自成家，大笑姑婆可没有大伙想的那么玻璃心。前几天郑中基抛出自己二胎的超音波照片，杨千嬅还为他高兴呢。他可以再有一个，我觉得是非常热闹，作为爸爸妈妈都是一种福气嘛。